凑婚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嫁成真，成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职场硬撑死撑，快要牺牲。东西南北大眼神东，做好热身运动，准备跑这婚姻的马拉松，快步要等，慢步要出现一脚，停后一脚你还要冲。结婚离婚不婚，搞得头昏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真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职场硬撑死撑，快要牺牲。说不用来接我了，放心吧，等热恋期一过，你让我来我也不来。你敢？哪敢哪敢，说吧，第一次正式约会想去哪儿啊？你说呢？我完全服从领导啊。出发。郑公子，本姑娘有一事想要问个明白。向小姐，有话请直说，本公子愿闻其详。若是昨晚我不表白，你的人生会不会从此不再完美，留下缺憾无数啊？你想什么呢？那是必须的。但凡你昨天晚上再稍微扭扭捏捏那么一丢丢，或许本公子就会……嗯，你懂的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江小姐，其实本公子早就对你一见倾心了，只是本公子含蓄害羞，不善于表达，以至于逼迫江小姐喷血表白了对我的爱。你还说还说？不敢不敢。以后无论什么事儿，我都主动，一定主动。就你那点胆儿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就说你那表吧，要不是我主动还给你，到现在还不敢跟我要呢吧？说我胆小是不是？居然敢拿我的内脸当短小，好是吧？拿我的内脸当短小。两位打扰了。不打扰，我们咖啡屋呢现在正举办一个活动，你们敢不敢参加一下？这有什么不敢参加的？因为这个活动呢自举办以来还没有一对顾客敢参加哦。没有顾客参加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你们没有找对人呢。今天在座的这两位胆儿大无比，快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活动呢是需要两位一起来参加的。必须的呀。如果两位准备好了，三分钟后就到这个小广场上完成本咖啡屋指定的一个游戏。一个游戏？三个十个都没问题。如果你们二位完成这个游戏，即可获得奖品赠送哦。什么奖品？两杯蓝山，四个环球巧克力冰淇淋。哎呦我去，什么指定游戏啊？哎，什么指定游戏不重要，无论什么游戏我都敢参加。你呢，胆大猛女姐？就说那四个环球巧克力冰激凌，我也得分分钟钟的陪你向前冲啊。走你。等等，两位，难道你们真的不需要知道游戏的内容吗？哎呦我靠，发现你这人吧，当然不需要了。我们这两位就是传说中的黑白双煞，胆大无比。那好吧，两位请吧。走走。朋友们下午好啊。好，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让我们一同将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中央舞台。那么今天我们
们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勇气的情侣，参与了我们本咖啡屋热力推出的激情小游戏。来，现场的朋友们啊，首先我提议为我们的这位高富帅，还有旁边的这位白富美，一起献上咱们最真诚的感谢。呈现的就是激情三十秒，激情三十秒。只要你 hold 得住，我这个配角一定全力配合。必须加油，必须配合的天衣无缝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他们将要进行的游戏内容就是我们的激情热吻三十秒钟啊！游戏开始后，三十秒钟内，请两位的嘴唇。当然，他们成功之后，我们将会免费为两位嘉宾送出两杯蓝山咖啡、四个专属定制的环球精装巧克力冰淇淋了。朋友们，给不给力？给力！刺不刺激？好，拿出个热情来欣赏他们的激情热吻三十秒。出大了吧？出大了吧？陈烨。你干得好帅，看看。我也不知道是这种游戏啊。你这么胆大，你也害怕了？我没害怕呀。你没害怕，你抖什么呀？是你在抖。哟，台上这两位小情侣还有点扭捏吗？不过这个也难怪啊，因为这一对是第一对来到我们舞台现场进行这样一个游戏内容的，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现场的所有好朋友再次拿出我们的热情，拿出我们的掌声，送给他们鼓励一下。原来我们是第一对冤大头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让你亲我就冤大头啊？是不是？不是天天我为你冤死我都愿意，可是人太多了。我有障碍啊。什么障碍啊？怕什么？赶紧点。一个
电话响。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东西啊？这么贵的手机，你往水里放？放进去，花你钱买的。放进去。花谁钱买的？也不能这么糟的东西啊！太有钱了，这是。您是？你管呢？谁让你来了？向东，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。向东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这个月我又晚了。我前几天一直在国外，你知道国外转账是很慢的啊。我又知道你喜欢用现金，所以我一回来就把钱都带来了。看什么看？干活去！我今天来啊，第一是来给你送钱的，第二呢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好好说会话呀？离我远点。向东，你最近工作是不是特别的累啊？啊，要注意身体，别一天到晚的玩这些东西啊，当心眼睛。天气也热了，要多吃点水果和蔬菜。对了，我在郊区有个菜场，你想吃什么，让他们送来好了啊。不问了。你有完没完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就因为每个月给我这些臭钱吗？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要是不愿意给的话，你可以不给，我不稀罕。哎呀，我愿意给的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要多少，我都愿意给的。钱你送到了，你走。东东，出去。东东，我今天来是想……快点儿！你非让我动手推你出去是吗？我走，我走好了，你不要再生气了啊！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！我出去！就是小白脸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冻死了，冻死了！好久没这么过瘾了啊！冷你还吃那么多啊？啊，好吃啊！你看你吃的，来，我给你擦擦啊。我有没有？有。啊，嗯。好了。好了啊。干净了。来，给我吹一口吧。你还吃啊？啊！哎呀，什么你啊？啊，要干什么？嗯，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呀，干什么？蹭我一脸，蹭我一脸，讨厌。好了好了，擦擦擦擦擦擦。好黏啊。嗯，擦擦擦擦擦擦，你帮我擦擦呗。嗯。好了。擦干净了吧？等一下，啊，冰激凌是免费的，可我肚子是自己的，吃多了难受。哎呦呦呦，
那你可别吃了啊，我可不忍心让你生病，我帮你吃。那你也别吃了。嗯，你不能病。你吃多了也难受啊。嗯，我没事，我能照顾得你。那也不行，别吃了。嗯，好。啊，凉不凉？凉吗？凉不凉？太凉了，太凉了。那你还吃？哎。都过了30秒了，你还不松口，把我嘴咬疼了。我冻僵了。刚才也冻僵了。嗯，刚才也冻僵了。我掐死你！僵没僵？你僵了。讨厌。要是每天都能这样多好呀。嗯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，只要咱们俩都学会喝西北风就没问题了。喝西北风怎么了？越喝越瘦。哟，天晴懂事儿，你真是个好姑娘。 I love you。 我好吧，好极了。嗯，哎呀呀，痒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以前在人人网上面看到过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给我讲讲，我洗耳恭听。有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，他每次去上课的时候都会带着他老伴儿。当他在台上讲课，他老伴儿就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。可是他老伴儿有老年痴呆，经常会走到台上去跟他说，我渴了，我要喝水。这时候这位老先生就会对他所有的学生说，不好意思，请稍等我一下，然后又护送他老伴儿回到座位上坐好，再倒一杯水给他喝。他们两个就这样互相搀扶着一直走下去，我觉着特别幸福。我也渴望这样一辈子的爱情。张小叶，嗯，你会这样珍惜我吗？必须的呀。我把你嘴啄得要疼了，我能不珍惜你吗？那你要对我负责。负责到底。你看看，这样多美啊。嗯，是不是？怎么亮了？关了关了啊！加班就加班呗，还不让开灯，搞得跟做贼似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啊，送外卖。还真有点饿了。哎，先吃完再做，先吃完。你干嘛呀？弄得黑灯瞎火的，想干嘛？低调。真有你的。都快临上战场了，你还将了张慧一军。不过我这个说明会要是拿不下来，以后可就没得混了。你到底有多大把握？没有60%，也有90%吧。你就逗我吧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你说的。嗯，好，这些全部都是说明会的资料，你给我都逐一核查一遍。哇，这么多啊。 OK， 没问题。哎，上车吧，送你回家啊。嗯，怎么了怎么了？你再陪我待会儿吗？我也想待会儿啊。好吧，那就再待一根葱的时间。一根葱？10分钟。为什么10分钟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是这么回事，山东大葱酱这么粗这么长，那个有可给力了，可辣了，一口下去硬了，10分钟之后软了，所以这个叫做一根葱10分钟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葱了。那说什么呀？我就是不想回家。我也不想回家。不行不行，现在太晚了，你要再不回去，你爸妈该担心了。而且
说过吗？说反正我们也不赶时间，不要把所有的事情一天晚上干完，是不是你朋友说的？我朋友啊，志明春娇。啊、哦，不，你笑什么呀？我你自己说的呀。哦，对对对，他们是说过。那说过你笑什么呀？郑小叶，看来我真得给你补补课了啊。比如说我最爱吃的食物，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我最爱看的电影和我最喜欢男明星什么的。停。最喜欢的男明星这项我觉得可以不要。你爱喜欢哪个男明星，喜欢哪个男明星，我觉得我不需要知道。怎么这么大醋味啊？哎，怎么我喜欢个男明星你还吃醋啊？那好吧。以后啊，什么美男啊、帅哥演的电影，我就都不看了，怎么样？就对了，但是有一部片子你可以看。啊？僵尸，僵尸。我还是看丹丹哥你吧。时间这么不早了，送你回去吧，好吗？爸。走。哎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！走吧，啊。走。那个，薇薇姐，这是我的第六套方案，你停一下中呗。说，我胆酸，把熟磊的概念通过宣传和策划，让广大的消费者认同并且接受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点重点都没有，怎么策划，怎么宣传呀？我们是这样想的，通过电视媒体和纸媒的宣传，狂轰滥炸，铺天盖地呀、啊，让消费者们耳熟能详。别人一提到洗发水，首先想到的都是我们的产品。我们的产品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平时就是这么应付工作的，一点含金量都没有。你这是策划案吗？是策划案吗？啰嗦。梅梅姐，我真不中了啊！那六个方案，你咋一个都看不上呢？你咋比客户都难搞啊？你们俩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梅梅姐是谁呀？自打有了优雅策划，就有了我梅梅姐。公司的老板左一个换右一个换，可我梅梅姐依然是青春永驻。这所谓的是铁打的梅梅，流水的老。说的太好了，姐，但是求求您放过我们吧，这都这个点儿了，半夜三更的多不好啊，明天还上班呢。都是，饭都没吃，忒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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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饭是不是？想都别想。我告诉你们两个，这回这个策划可是我第一个独立完成的，我非常重视，老板也非常重视，客户更是重视，所以我才选了你们俩做我的搭档。珍惜呀，机会难得，知不知道？认真想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？天庆姐，我不中了，我要疯了！怎么了这是？梅梅姐非得让我给她做楚磊的策划和宣传，她一定要我们给出方案。从中午到下午，从下午到晚上，都出了六个方案了，她都是不中。到现在饭都没有吃啊？晚饭没吃啊？啥啊？连午饭都没吃。那这谁吃的？都是她吃的，忒能吃。那美美去哪儿了？她又去泡面了。第五碗了都。天庆，终于来了，太好了。哼，我觉得也是。这大半夜的，你一个电话，我连家门都没回就赶过来了。说吧，这么着急找我，火上房了？还不是舒磊的策划案。舒磊的那个方案不是上周就开始做了吗？我不是一直没做吗？最近太忙。新发现了一个购物网站，我就推荐给你。啊，停停停停，你这案子什么时候交？明天早上。那你还不赶紧的？你真想干到天亮啊？
我不是一直在忙，一直都没在停吗？忙着吃吧你。我看看，这一次他们想要推广的是升级的新产品，主要的功能特点在于升级吸收科技。嗯，下次我们要是再做宣传，可以主打这个概念，请品牌专家对大家的洗发方式进行点评和讲解，凭借微博和微信平台对品牌进行传播。然后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激动了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全明白了。我现在马上就去洗。薇薇姐，别说话，再说我就该忘了。我真姐。你刚才说的那个，不都是？我就是念了一下客户要求。对呀，那他等着他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傻呢？你等这位大姐明白过来了，还走得了吗？快走！哎，等等我，我来呢。把你吓死！你不怕是警察招来啊？大半夜的招什么鬼啊你？饿死鬼啊！怎么着？啊！我睡觉睡一半，我饿了，我起来吃碗面不行啊，有罪啊！管得真宽。听说某人今天晚上不是约会去了吗？怎么，你连一顿饭都舍不得请啊？谁说的？今天晚上是你弟弟请的客。再说了，姐，你没听说过热恋中的男女容易饿呀？哎姐，你说现在的东西怎么死贵死贵的，完了还死没味儿死没味儿的，还不定饿，还冷还得吃泡面，哎，就不理解。贵的好吃的吧，还便宜的东西有的是啊，你们不吃。拜金女跟浪荡公子不就喜欢那些看着精致，吃起来味道又不好，然后一筷子就见底的垃圾吗？形式大于内容。你说我浪行？你要说我们家天津是拜金女，我跟你急。你跟我急呀、啊，急急看呢、啊。瞧你那样，我说错了吗？事实如此。如此什么呀？今天这地儿是你弟弟亲自挑的，跟天晴没有关系。行，你既然把她说的跟仙女儿似的，那你什么时候带回来跟我看看呢？太没问题了。不行，我才不上你当呢。哎，就你这脾气。看不上人家，你不咣一个给人踹出去？哎，怎么说话的？怎么把你姐姐说的跟个刁婆婆似的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说你跟那个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阴天，请，管你晴天阴天下雨天的，只是随便玩玩的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如果说想认认真真交往的话，你必须带回来，让你姐姐爸爸管。嘘，姐，不好了，我怎么有种冷空气突然袭来的感觉啊？不，姐，你喝点汤取取暖啊，汤味道不错。领导，不错吧？这家公司做这个方案做了4天，整整4天呢、啊，我都熬脱形了。真的，哎，我真的跟你好了，领导，您看我是不是瘦了？特别心疼我自己啊！这段时间我连镜子都不敢照，我回家，我妈都快不认识我了，太惨了。不错，啊，你这段的苦没白吃，方案的确比上次好很多，老孙头应该比较满意。对呀，别闹！郑月，到，嘛呢？偷着摸的乐？没事，看微信呢。对，微信朋友圈里的笑话。哦，笑话，就念出来呗，让大家都乐呵乐。别闹！我来念。哎，叶哥哥，你有微信？那晚上见。本小姐过失不候，不许换你，不许迟到，更不许早退。嗯，
笑话在哪儿啊？哎，在哪儿啊？笑话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女的谁呀？没谁呀。我确定是个女的，江天晴吧？哈，可能，也许，是吗？你把那 mother 去了，就是江天晴。再放一遍不就完了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啊？没有。我们两个是纯工作关系，纯工作关系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来说，这个策划案就是叶哥哥找江天晴做的。什么？那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？刚才是叶哥哥叫我这么说的，他就是怕你知道是江天晴做的，怕你生气，所以。江天晴，啊，江天晴，他做的，他做的，你脑子被驴踢了是怎么着啊？上次他来闹你也在是不是啊？你还嫌我的事儿不够多是吗？领导，领导，您别生气，您生什么气？巧合，我们俩纯属巧合。你就给我这么点时间，我好不容易找个人能做出来，我哪顾忌得上您跟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呢？再说了，您不是老教育我们说，工作为重，工作为重。把私人放一边，你道理都在你这儿，你都有理。我警告你，如果因为这份策划案，你再把那个瘟神给我招回来，我这些所有责任都我负责，我负责。不是不是不是，领导领导，您这是干啥？您别问，别生气啊，领导。不是，您说这个不对，怎么了？你小子是不是跟木有？绝对木有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就木有？不管说什么都木有。哎，你要是找那个江天晴，你还不找那丁爽爽呢？哎，我在。出去！哎，窦窦主编。哦。没说你。啊，那个没事儿，你们要有事儿的话，我一会儿再来。不，我们这儿都是小事儿。嗯，你不觉得你有点多余？门带上。来来来，坐坐。啊，我给你倒水啊。啊，不用忙了，我那个几句话就走。差不多饭点了，要不正好咱们楼底下开了一家川菜，还不错，咱边吃边聊。啊，算了，我中午还有事儿呢。啊，那坐下说。其实也挺不好意思开口的，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。哎呦，你太客气了，有事您说话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小雨他们学校下个月组织了一个网球比赛，本来我给他找教练，他都不愿意学，可是不知怎么了，这一次他非要参加。哎，小孩嘛，都这样。我女儿也是，今儿想学钢琴，明儿想学舞蹈的，三分钟热度，哪项也没坚持下来。我也没打算他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发展，不过小孩嘛，他想去，我觉得参与一下也是好的。可是你知道我在体育方面确实是不行，陪他练了两次，他都快气哭了。上次吃饭时候不是我跟你说了吗？这事儿你找我呀？你看，咱们社里历届网球比赛冠军奖杯都在这儿呢。那个，我其实来也是这个意思，不过确实是不太好意思，我觉得你太忙了。忙归忙，休闲还得休闲呢。不过说实话，就你这么一提，我这手还真有点痒痒。真的，哎，你千万别勉强啊！你知道我完全可以去找个教练的。那你是瞧不起我。你找教练不还得花钱吗？不还得跟他预约时间吗？我这现成的呀，你只要说出什么时候去就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千万别客气。周末可以吗？周末，太没问题了。那行，那我们就这么定了。定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哎，不送了啊。哎，We'll be right back.
进来。江总，我听说方天说明会要推迟到周五才开。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不重要，我就想过来跟您核实一下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还是因为我出什么问题了？你看看，想多了吧？你为公司的说明会做的准备工作很扎实，这我都看在眼里。是，说明会延期了，改到周五。可是这跟你没有关系啊，这是对方客户的要求，那我也不能不答应啊。哎，我倒觉得没准这是个好事儿，对你，你可以准备的再充分一点嘛，千万别想多了啊。老狐狸，我看推迟就是你的主意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郑平，郑平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事了，我想跟您说一声，方天说明会我一定全力以赴帮你拿下来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就是普通的延迟。我听说方天的老板好像出差了，他等到周四晚上才能回来。周四晚上？啊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我担心会变卦。这好端端的怎么会延迟呢？哎呦，不想了，再讲会发疯的。不过这一下子宽裕出来好几天也是好事儿。你这两天什么都不要干了，帮我准备资料。啊？我啊？我行吗？大方向有我呢，我是想把说明会所需要的 PPT 数据文字材料通通都重新做一遍，愿不愿意帮我？我当然没问题了，不过说明会的资料你已经加密了，你舍得给我看？嗨，我还不相信你吗？只要你愿意帮我就行，我们姐妹俩联手一定会让张辉在说明会上大吃一惊。耶、yeah. ，OK。这给您，这月房租有点不太够啊。下月给您补齐了。你急什么呀？我又没催你。迟早都得给的。再说给了房租，我住着心里踏实了。你也是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太要强。那展鹏前几天还跟我叨叨呢，说是给你和茉莉钱，你死活不要。其实你要了又怎么了？啊？那他那钱省着，不定花了哪儿去呢。他爱花哪花哪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。吃得饱了，睡得香。你说啊，说你们这一离婚，我心里怪不是滋味儿。说实话啊，你们结婚八年，我是一直把你和茉莉都当自己的亲人。我和茉莉也是啊，茉莉昨晚还问呢，说这七舅老爷怎么好久不来了。随时欢迎你。行，你也是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找我这个小舅。好嘞。哎，您尝尝这个，山药炖小排。哎，我足足包了3个小时。你尝尝。哎呦喂，这个可是好东西。不瞒你说，我这几天光吃烧烤了。舅，您看您老这么飘着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打住啊！你别跟你那前婆婆似的，婆婆妈妈的。我跟她可不一样。肯定是不一样，开玩笑。好。我现在对这个项目信心十足。这个项目我和郭总监筹备了很久，虽然郭总监走了，
但我对他还是很有把握的。有信心就好，下午的说明会全靠你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